为什么买个风扇？买个风扇干嘛？买个风扇干嘛？现在手机特套，要买个那个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有点烫，这是黑豹灯牌。买个那个手机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散热器，买个手机散热器。谢谢主公星星，感谢黑豹的灯牌。加手机后面，我手机后面是这里，然后这里是镜子，没地方放，只能买散热器。我不知道买哪个散热器好，没买。欢迎一只泥质猫。这个手机后面是镜子。不是。那你说的啥？就加手机壳。这里吗？加这里吗？这里吗？依依，快加个团吧，依依。九月加个团，六哥哥加个团，榜二榜三加个团。有那种风扇吗？你以为是你手机卡？你不卡，是我卡。你是我卡，我手机没电了。你微信发我看看。我本来是想着要不要买一个那个黑鲨的散热器的。看看啊，对啊，就是散热器啊，就是散热器。这个就是散热器。我本来在想要不要买个黑鲨的那散热器，但是我不知道好不好用。最近我一进去就给我推周大福的什么桌子之类的。不然我买一个黑鲨的散热器吧。磁吸背夹，买个背夹的。应该好用。一直之前买了一个，然后感觉不靠谱，在抖音上买的感觉不靠谱，我就把它退了。看一下拼个单，买300减50。拼个300的，189111111111。
拼个111的单。111好像没有。哎呀，睡觉了，睡吧，睡吧。睡吧，我也要准备下了。太晚了，1:30了。太晚了，1:30呢。欢迎浅时光，拜拜，晚安。欢迎花瓷树。要不我买个爱手的。不知道好不好用，黑山，花瓷树，你不是机器人啊！感谢花瓷树的墨镜，原来你不是机器人，你是要看哪个鞋子？随便换两，凉鞋的话是，凉鞋的话是一个比心兔子，你上了个墨镜的话，再加两个墨镜就好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机器人呢。可以换那个一字带凉鞋，一字带凉鞋在哪里来着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可以，我总算看到你说话了。欢迎乔北，好久不见，乔北。榜一换好了，榜一换好了。欢迎雨辰。榜一都不理我。都不理我，欢迎执着，欢迎达斯言，达斯廷，达斯言，混乱了，
网易还在吗？黑沙贝加，欢迎迷人乏味。